哎呀，这女的挺好看的，对吧？我也感觉她好看。你上班时间就看这个呀？那，哎，你早说不看不就得了吗？看一会儿这玩意儿咋的？怎么的了？有没有充电宝？啥玩意儿？充电宝。啊，充上电，好嘞。不，你干啥呀？你不是说充电吗，宝？哎，我真服了。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不充电了？你这人天天调节经理，你完了，你知道不？不可能，我必拿捏他，你放心吧。你有事啊？没事啊，没事不能来找你吗？那你去那边坐去，离我这么近干啥呀？那边太远了，我就想离你近一点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一看见多不好啊！进来的时候我把那个门都锁上了，别人看不见。你说你锁门干啥呀？那这人开不开门不更那什么，更多想啊？哎，坐坐坐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我生气了？我刚才看美女，没有。你肯定是生气了。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真不是。那是咋了？你说你在公司那么叫我多不好啊！我都让你低调点，低调点了，还那么叫。哎，原来因为这个呀，那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了，好吗？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哎呀，了，好了好了，原谅你了。不生气了。那以后不许那么叫了。行，知道了，宝。哎，你快把门开开吧，这样一看你多不好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好嘞，宝。you